电视观留白，咱的亲戚朋友都四方八方来，一声恭喜上实在，在这边恭喜我们的才子佳人订婚了哦，吉文官展开，荣华富贵也让你年来，希望恭喜新年恭喜，咱两夫妇的年火气，我顶领导是由咱新郎官这边邀请，我们现场所有的贵宾，我们在座所有的帅哥美女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谢谢，哇，真欢喜哦！因今朝呢，咱大家用着咱中午用餐的时间，但是今仔日中昼，看到呢，咱的主人家阮担当的交陪这么空旷，来自呢吼，咱真侪所在咱的好朋友呢，会当讲呢，看到咱宝贵的时间，会当用做过来甲咱参顾着呢，这场咱的这个宴席，来见证着咱的在自家人幸福时阵，而且代表着主人家。用着咱观点，做我咱的亲亲好友，把咱地球留咱十二万分的善意。那有交代不足的所在，看到咱阁一位贵宾，大家多多来甲咱捧场。今仔日是咱中华民国建国107年，旧历咱的5月7日，旧历是咱的3月1日，美丽的星期天，咱的主持人陈明忠先生。翻串玉端女士伊个公主，咱个俊瑞，搁着呢来自着咱女方个亲家，咱地方处长地家婆先生，玉秀珍女士伊个这个恋爱，咱个秀文，甲咱今日就来结婚典礼，咱即个科技季，在这边除了要恭喜我们今天的最佳男女主角可以成双成对哈，也祝福他们可以多生贵子。咱的新郎甲着咱的新娘呢，永远幸福美满。我们来恭喜着咱今仔日，咱表父咱的亲家，会当永喜合婚，互咱表父年年有子孙，日后代代出着好子孙，祝福咱表父甲吴清荣永驻万头。我们来祝福着咱的表父。